像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过得很好，很快乐。妈妈想你，琪琪，妈妈想你，妈妈真的好，好想你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因为他放下了他的痛苦，我也希望我放下，让他好好走。可是我这个做妈妈的，我真的放不下了。大哥有说请你今天不要来好了，他是说叫我不要来，可是我在家里更难过，我还是想来看看他。昨天有想说可不可以梦到恋情这样子，每天都想，我随时随地都想再看到他，我随时随地都想他在抱抱我，我在抱抱他。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是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过得很好，很快乐。妈妈想你，琪琪，妈妈想你，妈妈真的好。好想你哦！姐姐应该也希望你不要太过度伤心，这样子要保重身体。我真的好。亚萍姐，先进去陪姐姐好了。谢谢你们哈，谢谢。谢谢。